看我这副装备，前副武装，看我这个拳头叫不叫硬。然后准备开始，这是一个非常不乖的小蜜，然后一拿它，它甚至有可能鸡挖沟干了。然后死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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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呀呀！教你们，现在这个情况，这个小蜜你怎么拿它就怎么咬你。一会儿啊，现在还没进入状态，还没开始死开。好，跟我来。这个情况就要把小蜜带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下，就比如说我这后面，陌生的环境它就会非常紧张。然后，哎呀，这有大叔。好，慢慢放到地上，它就当做没事一样。不要着急。让他叫一会儿啊，等他叫累了，然后再给他放地上。等待，看他可爱这个小圆脸。等他不叫了，等他不叫了，还在叫，再等一下，再等一下，马上，马上，马上就停了。然后现在给他放地上，他就当做没发生一样。然后看兄弟们现在是不是已经不叫了，有没有感觉到现在就不着急了，现在就是慢慢盘它的动作，就放手套啊，千万，哎呦，那现在已经不叫了，这就是有所进步，这是第一步啊。一会儿先让它慢慢飞手飞，哎呦，没接住啊，已经进化到这一步了，它不叫了。然后下一个视频，然后可能就我不戴手套了。 OK